我经常睡到裤裆了，我不敢，不敢上去。别哭，我帮你。啊！不关你的事，是小文上班的爹做的。 老婆婆，这手机送给你，有什么困难随时打给我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没事，在 iPhone 12可以在淘宝上花1块钱秒杀到。现在只要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下载登录手机淘宝 APP， 进入活动页面就可以立即参与秒杀活动。来吧！哎呦我的妈！ 你要干嘛？我就是个天才！妈，给他做好了，放放尝尝。妈，我刚才能不能做噩梦？ 妈，是表妹。滚！滚！啊！
上次怎么一股什么味道？好吃！哎呦我的妈！喂，你没偷吃我火龙果吧？怎么可能嘛！但是我回去发现火龙果没有，当花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说你买了什么？妈，这是我刚买的二手 iPhone 12，比你上次买的新机便宜三千多了，你看跟你的新机差不多吧？妈，我这星期让你也去这家 APP 买二手手机，行？看什么看？你这看！哎呦我的妈！嗯，那不是小文吗？啊！原来躲在这儿。啊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哇，香蕉！香蕉一起看电影啊！好啊。要么看见你是在田里看看。是啊，赶紧不能进。引开老头，这手机归你。这个至少浪了好几年。没事，这是我在这家 APP 上买的，比新机便宜2000多。我这星期叫你要去商店买二手的手机。你刚才跑出去了吗？没有吗？我一直在等学习。难道我刚才念错人了？等一下，这里面怎么有香菜的味道？好吃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小林子，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。榴莲、山竹、草莓，通通都只要1分钱，我都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很好，我看到我妈在做。妈妈，哇，真香！我的香水。辛苦了。
杯水吧。嗯，真乖。啊哎呦我的妈！